见你，浪漫而澎湃的奇迹，交换了生命的诚意。青春它以你我全部的名义，打开沉默的程序，从此有自己也有个你，颠簸却兴奋，一起跑下去。他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？做都做了，不差这点了。时间刚刚好。行队，我给你的消息有误啊，米卡今天值大夜班，我们科那个陈小燕逼着他换的。怎么就这么巧啊？好好的牛排你要切成块煮火锅呢？因为我不想和你吃牛排。漂亮，简单点说就是有人弄巧成拙被人放了鸽子了呗。还不是因为信了某些人的鬼话。哦，不是不听我的吗？哥们儿可是告诉你先沉得住气，是你自己挨不过今晚，你破坏了我陆风追你的黄金定律。三天之后麻烦你回来复查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米卡，我回来了。不是看演唱会吗？别提了，演唱会以不可抗力原因取消了。啊，那你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回来值班呗。难道真让你在这儿连轴转24个小时啊？没事儿，我今天晚上倒真是没事儿。哎呀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怕你熬一夜心律失常。行，哎，给交给你。那我走了。好的，路上当心啊。好，拜拜。你到底喜欢米卡什么呀？天天在医院摸着福尔马林的，看人一眼看到心肝脾胃肾上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心里了。
说好看吧，蠢萌蠢萌的也谈不上；说气质吧，那跟小象没法比啊。我觉着还挺好看的呀，而且还特优雅。谁呀？我点的红酒到了。你没退啊？你付钱，我为什么要退啊？来了。哎，米卡，什么卡？珠宝不行吗？辛大队长，你是不是对幼雅有什么误解呀？米医生，在医院修修补补一天了，下班前洗手了吗？哪儿那么多话呀？话那么多？几位，你们谁能签收一下？我来。找他。我还是很会做人的，既然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先撤了。欠我那堆下面找。没吃饭吧？那个我这里边有火锅，也没人陪我吃，要不然，一姐。好啊。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回去上个厕所。哦，好。柯小姐呢？啊，出差。好点了吗？没什么事儿了，快拆了好像。嗯，要不舒服就随时找我。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第一次见面吧。那你怎么训练的时候还对我这么凶啊？我那也不是凶，就是对你更严格一些吧。因为就是那样，我才放心。我不太什么呀。吃吧。那个，你不是说你今天值班吗？那个陈小燕突然又不跟我换班了。你不是本来说今天有事儿吗？取消了。是这样，本身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就是骗你说我不回来，然后回来准备一顿烛光晚餐。你看这些食材，本身是用来做西餐的，但看你好像也不太失望。我其实是会失望的。我今天一天都在跟所有人说我不能换班儿，但是我又想到你的工作太特别了，会有临时的事儿，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
就像如果我下班前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的病人，我可能也走不掉一样。所以，我也是第一次当别人女朋友，我也不太会表达。这都一样，我也是那个第一次。那以后我们就别给对方惊喜了，容易失望。不适合。哎，小小，有你的快递，家里面没人吗？哦，稍等。你好，你写错地址了，我在对面敲了半天的门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送什么好呢？玫瑰、百合、菊花。算了。哎，这个好像可以。还是有惊喜的，送你。谢谢。我觉得什么玫瑰啊、康乃馨、百合都不适合你，这和你挺像的。向日葵，因为我脸大。不是，因为温暖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分一半，比较容易承担。耳边你的话在脑海打转，也不理解。我到了。比起天更蓝，看什么呢？笑那么开心，关你屁事儿。据我分析，你这种笑容叫做多巴胺，这种脑内分泌物跟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。那你浑身都是多巴胺。我可不能跟你比，这爱情事业双丰收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是在急诊的最后一天了，以后的米卡可是恩科大夫了。对，你到时来，我好好给你看看你的脑子。主任到了。主任。主任。少凑一次当帮忙好吗？怎么了？叫张勇就是男的吗？怎么开的？马上开。吃饱饭不做事，做事搞砸事。我开完单子一定认真检查，主任。伤都好了，邢队，邢队，好，邢队，好队，好不容易放你假，你还过来盯着我们呀？看看你们有没有偷懒。时间都控制在13秒以内。13秒还想参加比武啊？13秒还行吧，
还行吗？我这样都能十三秒，你就这样？我不信。怎么的不服啊？不服赌一把。我我要是你，我就跟他赌。他手都这样了，还这么嘚瑟。别怂啊！别，别。行，别。手套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四个十，一个九，多少时间？帮不了你了，十二秒。啊？不是，这受伤了，怎么可能十二秒？愿赌服输啊！哎，你呀，你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，还非要跟人家赌，你贱不贱啊你？哎，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开练吧，年轻人。不，一点点疼。快点，姐姐，快点，姐姐，给你变一个魔术啊！一二三，这什么？棒糖，来，自己拿着，然后把它拆开吃，好不好？哎，真乖，一点点疼啊，忍一下，宝宝。好了，乖乖乖乖乖，乖乖乖乖乖。嗯，好好好好好了，好了，搞定了。真棒，谢谢医生，谢谢，谢谢医生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勇敢哦！可以呀，米卡，你就为了混急诊都学会变魔术了？你要学吗？很简单，我可以教你，有视频，你就可以变完以后拿个花儿送女孩了。哎。所谓流水的病人，铁打的医生，在下佩服。哎，这早上的号都叫完了吧？还有排队的吗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没人就是好事儿，说明大家无病无灾，万事大吉。是。最不该说再见的，就是我们。什么时候水滴完？什么时候吃晚饭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解散。哎，邢队，今天水是不是有点多呀？哎，我。米卡。六叔啊，一个人坐在这想什么呢？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我没什么胃口。谢谢。随时一个抢救就可能要站四五个小时，没有体力怎么行？对，谢谢魏主任。不客气，我那还好多呢。我说的不光是这个，真的谢谢你。你在急诊教会了我很多。急诊是一个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和不少无理取闹的病人。可是病人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慌乱的医生，所以我现在才明白，除了高超的技术之外，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更是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基础。我进急诊的第一天。遇到了一个因为食物过敏导致死亡的男孩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急诊哭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当时有个医生跟我说，进了急诊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你的每一次情绪都会带给你的病人不安。病人需要的不是你的眼泪，
而是你的救主。每个医生心里有阳光，也有目的。进了抢救室的病人，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。急诊科也许不是学术最高的科室，但却是生死攸关的科室。我们必须控制好病人的生命体征，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其他专科医生的治疗。但是人的生死也不是由医生决定的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。尽力而为，我会永远记住这四个字。哎，邵主任，哟，说曹操，曹操到啊。聊我呢？对啊，聊你以前在急诊的那些糗事儿。走了。聊什么呢？邵主任，你也去过急诊啊？啊，跟你一样，临时调配的时候。哦，轮转，那惹麻烦了。一零二。哦，那个，我先工作去了。进来。哟，放你假都要回这里啊？你真打算在这儿安家了？还有半年就比武了，不回了不行啊。哼。哎呀，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呢，还是对那帮小子没信心啊？都有信心，但是有信心和努力又不冲突。嗯，不枉我力荐你带队比武啊！你小子千万别给我掉链子啊！放心。至于猛虎队谁出战哪一项，你跟文博好好研究研究，给个方案，还有训练策略。好。嗯，这样这两天的特训交流呢，你就别管了，手上还没好。找文博来处理吧，但是你得做一下技术指导。明白。风车把既可以提升心理素质，又可以练眼力，最近可以多练。嗯，中间可以穿插轮胎房，实战配合专项练习，也可以缓解训练中的疲劳。人选你决定好了吧？人选的话，李念的专注力不行，但体能还可以，让他去综合体能。文静肯定是长短枪。罗婷练散打出身的，让他去看散打。那狙击枪呢？小超被调走了，那只能我上了。你上啊？嗯。双枪合击，谁给你做副射手？你啊。咱们两个轮流做副射呗。不情愿。咱俩上次配合那都是两年前了。但上次配合我们是第一，这次也得是第一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照片在我这儿，你要不要拷走呀？现代科技这么发达，还找你当面拷照片，这就是想见你。我跟小夏只是朋友，也可以不是朋友。我去枪房拿枪，训练转接。你不会真想当和尚吧？这周有工作安排，麻烦你压缩文件邮箱给我。哼，火气这么大呀，当心碎屏啊。跑步呢？我在跑步机上，我不在跑步，我难道在吃饭吗？惨喽，撞枪口上喽，有人被拒绝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树文波吗？他好像不大喜欢你。怪你什么事儿？我想救你一命啊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要我说吧，女孩子就该当公主，等着男孩子追，那些主动贴上去的都没好结果。
想告诉我，你要追我吧？对啊，你好聪明啊，这都能被你猜出来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约会啊？不要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要一个凯撒沙拉。凯撒沙拉，32元。先生你好。你好，这有人吗？谢谢。跟那位小姐一样。32元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吃饭啊。非得来这家吃？怎么了？你包场了？小姐，你点的凯撒沙拉。谢谢啊。请慢用。先生，你点的菜。我真觉得咱俩可以试试。哎，别激动嘛。月月，你不觉得咱俩很合拍吗？我不觉得。你看啊，咱俩都喜欢喝同一个牌子滴漏咖啡，都喜欢看个喜剧。你喜欢跳伞，我喜欢潜水。将来呢，我可以陪你上山，你可以陪我下海，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啊！谁要陪你跳海啊？感情是需要试的嘛，试了不一定行，可不是肯定不行。就像舒文波，你跟他都没有办法开始，怎么可能会有结果？怎么样？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陆枫。小姐，要不要咱们换个位置？不好意思。哎，早不说。哎，我送你回家啊。不用，我车就停前面了。你开的什么车啊？我买一部跟你一样的。别跟我这炫富行吗？你有的我都有。我干嘛要炫富呀？我有钱全世界都知道。我就想跟你开一样的。毛病。阮清夏。又干嘛呀？你准备好吧，我要开始追你了。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陆枫的，你也不例外。陆枫真这么跟你说的啊？你也觉得特可怕吧？曾几何时，我也曾经说过这种愚蠢的话。那辛克磊呢？怎么没有24小时黏着你啊？被陆枫叫走了，估计说你的事儿吧。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？这要是我，我早打你了。这叫霸气侧漏。你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用我教你的恋爱三步走？你混的也不怎么样，你还教我？哎，我的前女友我们可是很伤心的，这恰巧证明我有多好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不会连手都没牵吧？这啊，你们没有牵手？怎么了？那谁吃火锅还牵手啊？不是，你虽然看起来憨呆憨呆的，但是有鼻子有眼，形象尚可呀。他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呢？他不会是心里有问题吧？他有问题了。那地震的时候他也抱我了呀？那种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那他确实得表现表现的，但这平时这表现不应该。没找到机会了吗？明天我们俩出去玩。我告诉你啊，
明天出去，你一定要把你这右肩膀上的绷带再缠上。为什么呀？装病娇啊！吃饭让他喂，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，吓他就往你身上这么一靠啊，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。什么馊主意？那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呀，什么高跟鞋、小裙子、项链、耳环什么的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放心，我这次是不会听你的。哎，好巧啊！穿裙子呀？不行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挺好看的。谢谢。走吧。走。那什么呀，那么可爱的玩具熊你都赢不了。你要是喜欢我给你买一个，但是打不准也不能怪我呀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那个熊多少钱？我买了。这个不卖的是奖品，打中了有奖。不是，老板。哎，算了，咱们去那边吧。想要吗？这一个娃娃得有10万只螨虫吧，拿回去又占地儿又脏。不过它挺可爱的。什么呀，蛤蟆呀？这蛤蟆又不能解剖。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拿回去解剖啊，真的挺可爱的，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呢。您的意思是您是天鹅呗？嗯。打枪吗？20块钱一组。20，行。上堂。没事没事啊，再厉害的也有失误的时候，再试一次。老板，枪改了吧？哎，小伙子，你可不要乱讲啊。你技术不好，可不能怪枪不行。那我要是全打中了，什么奖励啊？这条烟你拿去。行。小本买的，也就勉强糊个口。你这一条烟都拿去啊，我这一天就白忙活了，不是？哎，意思意思，算了吧，啊。你买那蛤蟆给我吧。蛤蟆？我要那个。那绿的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哎哎，做生意要实诚，不能骗人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都知道他枪改过了，你怎么还能瞄得准？他那个枪嘛，枪口是歪的，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。当然了，主要还是因为
我比较聪明吧？聪明。你有没有闻到很香的味道？好像是双檀香。想吃吗？我去买。你站这儿，去吧。老板，来一份。好吃。你要不要吃吧？好啊。看我这手。你的伤还没好处呢，戒辣，是吧？不是我。走啊！好了。我听说电影可恐怖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好害怕哦。没事儿，到时候你要害怕呀，就抱着我。看电影呢，一定要看恐怖片，吓他就往你身上这么一靠，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。不都假的吗？这得动手术什么的，假多了，怎么不吃呢？你吃不吃啊？吃不吃？害怕呀？没有。觉得很恶心啊？有点吧。那你吃一个。电影挺好看的。啊。嗯。你干嘛呢？啊。没事。什么呢？没事啊。怎么着，想保护我呀？啊，医生习惯了。真是。哎，你手不是受伤了吗？早好了，我就是想装个可怜，博取一下你的同情，但是没发现您不吃这一套吧？那你现在干嘛呢？这是握手初次见面吗？幻想一个未来，拥有一片星海，在某一刻看你向我走来。孤单惊慌的海，我怕又有车。走。看别人的精彩，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。爱来的意外，在意料之外，但却真实存在。我会让你放心的去爱，终于在之后明白，是我离不开，是我对你太依赖，命中注定是我的爱。
不要。啊？一大早上拉个皮箱干嘛的？回家，我的车被撞了一下，我去修了。人没事吧？手有点难受。回家，我时间还来得及送。上车。上车。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。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。也是，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，没个准点儿。那个，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，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？啊，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，有太多的记忆了。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，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。虽然我不想否认，但是说实话，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了。最近忙什么？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，实际应用上的东西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你帮我看看呗。可以啊，你发到我邮箱就好。谢谢。真客气。还有，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。爱来得太快。
命中注定是我。